哦，要洗洁精的，洗洁精的话，你也不用太多。啊，是。哦。连一桶是一桶的位置，可以了。嗯，对。下面咱们把这个电源接上。这是总电源，就是380的，三相四线的。下面咱们把这些搅拌的接上上面。接的时候你看一下，上面有标签，对准标签来接。这是混合，哎，上面标的是混合，哎，咱们把这个接到这儿就行。这个是乳化，哎，咱们接到乳化这边，哎，这是排料，接在排料这上面。这个呢是感应温度的探头，哎，咱们对着标签来接。这是加热线，咱们连接加热。压的话就同时压上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